三更有梦书当枕，千里怀人月在风。这里是深夜读书，每晚陪伴你。大家好，我是竹子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说的是一个人只有修炼好自我，才能经营好自己的家庭，做出不平凡的事业。现代社会喧嚣浮躁，想要涵养身心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过低分贝的生活。说话低分贝，修养不够才会喧哗。生活中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？公交地铁上，本想闭目养神一会儿，不料身边有人一直在高声交谈打电话。餐馆里正和朋友享受美食，隔壁却不断传来喧闹声。在家中，本想早点入睡，却被楼下撕心裂肺的吵闹声折腾到半夜。自己的喧嚣给别人造成了困扰，却浑然不觉，甚至洋洋自得，这是缺少修养的表现。梁实秋说过，大声说话是本能，小声说话是文明。一个人说话的音量里藏着他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。音量和音质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电影《窈窕淑女》里，奥黛丽·赫本扮演一个穷苦的卖花女，声音粗鲁，言语粗鄙。她每天在大街上大声叫卖，声音尖利，被人厌恶地称为发出令人厌恶和不舒服噪音的女人。后来她遇到了语音教授希金斯，意识到自己这样下去会穷困一生，于是决心改变自己的口语发音，提升自己的语言修养，改变命运。他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拿出来，请希金斯教自己控制声音的技巧。半年后，言语粗鲁的卖花女孩声音变得纯正柔和，人也变得优雅自信，最终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。影片中有句台词印象深刻，听一个人说话的语气和音量，就能断定他属于什么阶层。现实生活中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那些动不动就拔高音量、无所顾忌的人，往往缺少修养和自信。越是有底气的人，越懂得和颜悦色地解决问题，令人如沐春风。所谓贵人语声低。电影《乘风破浪》里有句台词，你不需要那么声势浩大，控制自己的声音才是最强大的气场。一位大学教授曾说过，他住在教授的宿舍里时，几年听不到人和人之间高声说话或夫妻吵架的声音，而搬进了民房公寓后的他震惊地发现，每天都能听到有人家在大声说话和歇斯底里般的争吵。修养越高越体面的人，越能顾及他人，控制情绪。反之，无论公共场所还是私密空间，都无所顾忌大声喧哗的人，一般都生活得不如意。过于喧哗的人往往成不了气候，保持声音低分贝才能拥有不凡的人生。情绪低分贝，定力不足才会失控。梭罗曾说过，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，每一张看似平静的面孔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委屈与坚持，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情绪失控，后患无穷。闺蜜老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，一次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大客户，一个计划书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遍，对方依旧不满意。眼看半年考核一天天逼近，如果拿不下这个合同，不仅部门业绩不达标，自己的升职机会也大概率会流失。于是老顾不眠不休，按照客户要求又重新修改了一遍，没想到客户还是不满意。老顾瞬间崩溃，把计划书往客户跟前一摔，怒气冲冲吼道，不想合作就直说，用不着这么折腾人，别以为有点钱就了不起，我还不伺候了。然后合作取消，老顾被降职，取消年度奖金。多年以后，老顾回忆起那次经历，自嘲说，
动不动就大吵大叫，是最愚蠢无能的表现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做不了情绪的主人，就只能做情绪的奴隶。奥里森·马登在《一生的资本》中写道，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，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都懂得戒掉情绪，不动声色地收拾起遍地狼藉。行走社会，一个人难免会遭遇不公平的待遇，劈头盖脸砸过来的委屈，甚至陷害与算计，无数次徘徊在崩溃的边缘。当你无力改变现状时，请打落牙齿或血吞，默默收起负面情绪，保持冷静，从容应对。相信假以时日，你会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傅首尔说过，藏不住的崩溃只是伤痕，藏起来的崩溃才是勋章。把情绪调为低分贝，喜而不语，苦而不言，怒而不发，哀而不伤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能力。欲望低分贝，节制不够才会放纵。美国科幻哲理小说《抓落叶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，人类是外星智慧创造的，然后送到地球去体验今生。但是女员工梅里亚姆担心人类去了地球会爱上那里，一去不返，于是她就故意在人的心脏旁边挖出了一处空洞，用这处缺陷牵引着人类必须返回。和她一起工作的男员工看到后怕领导责罚，于是拼命地填补空洞。他把爱、愤怒、悲伤、快乐等所有情绪都注入那个空洞，试图填满它。可是他们发现，代表人类欲望的空洞永远也填不满。男员工绝望地说，无论怎样填补，我们永远都给不了他们想要的。是的，人类欲望的黑洞永远无法满足。放眼世界，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名逐利，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在消费主义的当下，人的欲望越演越烈，房子越买越大，车越换越豪华，吃穿越来越讲究。老子说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他老人家早就告诉我们，大多数祸害的根源源自人性的弱点，贪得无厌。清朝有一首不知足诗，生动刻画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形象。终日茫茫只为饥，财得宝来便思衣，衣食两般俱丰足，房中又少美貌妻，娶下娇妻并美妾，出入无教少马骑，骡马成群教已备，田地不广用不知，志得良田千万顷，又无官职被人欺，七品五品犹嫌少，三品四品仍嫌低，一品当朝为宰相，又现称王坐帝时，心满意足为天子，更望万事无死期，种种妄想无止息，一官常盖抱恨归，一穷二白时只求温饱，温饱之后想娶娇妻，娇妻孩子都有了，又觉得缺个大房子，房子田产都有了，又想做大官，想要的越来越多，目标越来越高，心也越来越累。现代人的很多痛苦和焦虑均来源于此。周国平说，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欲望，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，生命的疆域会更加宽阔。学会精简自己的欲望，去无存精，知足常乐，才能活得洒脱和自在。杨绛先生说过，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往后余生，请调低自己的分贝，提高修养，放低音量，坚持说话低分贝，提升内力，不动声色，实现情绪低分贝，学会节制，杜绝奢求，做到欲望低分贝，与朋友们共勉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
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。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最后，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。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